主席锦标随时预备步。一起步嗰阵啊，应声就真魅力之城啊，相当之快嘅红太阳亦系唔慢嘅。中间上咗嚟，仲有新力军拍住内栏位置，仲有本钱。咁最后啲跟住就系超级无敌。超级无敌之后咧，跟内栏位置就系掌门嘅，掌门之后就系红辣椒。红辣椒跟住拍住内栏位置就系北金烈马，中间就计得精彩。然之后再有少少跟住就系电子麒麟，电子麒麟再之后跟住就喜年精神喺内栏嘅位置，喺佢外边就赤胆福星。喺晒尾豪情快胜啊，距离头马咧约莫系十个马位左右噶。好啦，约莫仲有千一米到终点，全面风头，魅力之城放出头啊，二个两马之先领先啊。红太阳就守住个第二位，第三位两马位之后，跟住咧就系新力军嘅。新力军之后内栏位置一个马位之后咧就系有本钱喺佢外边咧，见到骑下上嚟咧，仲有嗰啲就喜年精神啊嗰啲马。咁再后少少咧，跟住先至见到计得精彩啊，计得精彩再之后掌门咧就喺佢前面嘅。在外面仲有呢个超级无敌，超级无敌再后啲咧，跟住咧就系红辣椒，红辣椒跟住入边咧就系北金烈马，然之后跟住咧就系电子麒麟嘅，喺晒后面一对马见到就系赤胆福星同埋呢个豪情快星，距离头马咧超过十个马位开外噶啦吓。好啦，差唔多转咗大半个弯啦，前面放头车先车咗，仲系魅力之城放头两几三马位先领先啊，所以第二位仲系红太阳，咁第三位依然仲系新力军啊，然之后跟住上嚟仲有咧就系呢个超级无敌，后面上嚟仲有就掌门大我啦，而家开始踩油咧就跟住见到电子麒麟啦，中间上嚟仲有红辣椒啊嗰啲马嚟嘅，前面第一只突咗位咧見到呢個魅力之城啊！外面電子麒麟三排兩個放緊上，中間上嚟仲有新力軍大我啦！而家先踩油就見到有赤膽福星啊！中間上嚟仲有紅辣椒嗰啲馬嚟嘅，前面電子麒麟第一隻突咗嚟，依兩個馬位置先領先啊！後面中間上嚟見到赤膽福星，中間上嚟仲有計得精彩啊！後面上嚟仲有紅辣椒嗰啲馬，電子麒麟越戰越勇啊！電子麒麟跑第一。